呀，是停不下来，停下来你要活呀，为了生活啊，没办法呀。做家政做了多少年了？做家政做了十五六年吧。哦，那家政十五六年，我就是我做家政一直做来的，或者说他不是前年不是拐着一脚吗？拐着一脚我就做不了，或者说那边是就是就这个家我在这个家做这个家的这个房东啊是好的不得了，正好就冲他的。从两个老的一直到小的，咱就叫一家人。他是给我月薪的哦，啊，他月薪他给我挺高的，就两个老的，就咱们到现在还走动，啊。你现在是没有劳保的，你只有那个时候赚点钱呢。哎，对呀，搞点积蓄。对呀，他们我就做呀，累呀，弄啊，完这儿子长大了，结婚了，我就拿我这点钞票就拿出来了，把儿子结婚了，完了这点钞票也花光了。啊，这样就在上海赚点钱都花光了呀。好嘞，完事了就接着在这又老二，他是挣钱的，挣钱，但是他这事他不管的。那不你也不别管我，我也不管你，就这么回事。我挣钱我怎么安排，他挣钱他怎么安排，就这么回事。钱可管过啊？哎，因为我钱我不会，我挣钱给你，你都给我花光，我什么没有了。但你的钞票我不要，为啥呢？你也不可能给我，你也不可能把钞票给我。为什么不给你呢？啊，为什么？我说上海人不知道。哦，那反正他这钱不乱花就可以了呀。反乱花不乱花，他个人有数，我也不管，随便你乱花也好，不乱花好，我也不动你钞票。我现在有时候他就跟我说，我说他后悔，我说我就是不后悔，我到上海来了，我就是不后悔，我再苦我也开心，我就是不后悔，就这么回事。有这么一个念头，就做得习惯了。习惯了，到上海就是你就只要你做，你真的有进入，不像在外地老难的，在外边打打工很难的。其实我到那谁，我到这个廉租房下来，不是困难了吗？我廉租房了，儿子要结婚了，完就是去儿子出去了。就你们陈家和他的父母亲是住在一起是吧？住在一起的，一直住在一起。有多少平方啊？11.7。哦，11.7，啊，那么11.7嘛，早就动迁了。这不刚刚动迁？哦，就这是刚刚动迁啊。刚刚动迁。那么动迁之前，你们一直住在11.7里面啊？哎，这我。这中间我插句话，我老婆真的上半辈子一点福没享了，我对不起我老婆。什么叫对不起？哎，不用，现在讲什么对不起？等现在苦水，人家吃好了，我这吃蔬菜的青菜、萝卜、烧鸡吃可亏了。所以说我下半辈子一定对我老婆好。下半辈子现在已经下半辈子了。没有那什么了，没有。我以前对我老婆不好，脾气不好。老师他们一句话说不对，我就骂了骂人，还打人。完了吃饭的时候把他抬着都笑了。咱家是他老大，我脾气可坏，他们他哈的要死。不容易啊。那性格真的，现在想想，我有点后悔了，真的。这么多老婆你看，在我腿工伤的时候，那时工资才50几块钱，跟我母亲30块钱，我们两个是就是剩20块钱。就一路上走过来不容易哈、哦。不容易，不容易。不是，我说我想的，我说不容易是吧？我搁家到上海还是容易，因为家里那边实在是累，你要在田里头的。哦。我在上海，我在西安洗的很快。你要来干啥来？哎呦，刘姨，这是介绍谁介绍来？那这下面底下要比你那个这个辽宁的农村里面好多了。在家是插秧的，那七兆田，那个说工程来了，咱们这年轻人有突击队，还那个两个人拿个大扁担挑那桶往那扒上，就这么干的。那收入也不多了，我这生活也没办法。真的，我宁愿挣的钱给他们俩，他们长身体，一定给他们吃好。他凭良心讲，这两个孩子，我说你们两个是还是吃的是好，还是吃的好。我说你们俩要吃什么，跟我说。我那次看产业车嘛，一天住300块，随便住住。后来赚了钱买房子了吧？那你问他呀，买房子了吧？买了吧？买啥？那买房能干啥呀、啊？那这不都买几套房子了？哦，我跟你讲，就没买房子了，还买房子了，一直就跟着，就居在那蜗居。咱们要到杭州去劈这个笋，竹笋，
早上的给这个小店叫在屋里看着，反正挺听话的。咱俩就去坐车去到杭州集市上把笋买回来，再拖到上海，到上海再到舟山路集市去卖。卖好竹笋不就三月下来了，秋天三月下来了，把儿子放在黄鱼车上，他打我在这有买的吗？蹭蹭啊，他要收钱呢，就咱们三个把儿子要带着，反正没停过。到真如了，咱们直接就能进到站台。他挺会，这该哪能哪能，他挺会这沟通的。我背他也扛着，就得走，还要走那个小天桥的。那是送什么菜啊？送辣椒啊，就是有什么菜，北方需要什么菜，我咱这边就有什么菜。这上海菜市场买的？这个十六铺啊。哦，十六铺买的。啊，到那早去批呀、啊，批发。批过来，然后再过去。哎，他说的。整车过来，整车出去。哎，对呀、啊，他说告诉咱，你这货要好点啊，就等他这班车，就是一个车就行了，就等这一班车就行了。因为你太多你还吃不消的。第二天早上又带去干啥的，就是来回这么倒，来回这么倒。那倒是不少，倒了不少钱嘞。这个没赚上多少，反正就是这个行不行，做这个是钞票赚的是不多呀。但是这个钞票赚来说是不到我手的，我还说赚多少我也不知道。这个钞票是在后面帮我退，放在他那的。那他那里不是你的吗？不，上铺帮我老公帮我退。我就这一步走对了。假如说我要不把这个事儿分清爽啊，分清爽是走对了。走对了，到了上海，经验，我看那东家西家，都是这么回事儿，哎，都是这么回事儿。就你自己的钱拽住了。我自己钱赚住了。那么他的钱你拽不住了。我也不赚。我从来没想去拽他钞票，我这钞票你滴水不漏的，跟你告诉你钞票你舍不得用呀、啊，他这个男同志啊，乱花的呀。他乱花就乱花好了，人家挣钱也怎么花怎么花。